对啊，就至少小孩子长大之后，他改了很多。他的不管他的脾气、他的习惯，其实他改变很多，真的就是越改越好。对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改的不好，就有一个东西就是逆向成长，其他都是顺向，只有一个东西是逆向。身材，对，就是身材。